告诉我们，神所和祂的子民和祂的儿女所立的约，每一没有一句是落空的。在乐队和大家分享这首歌，就是证实了神的信实。祂说如果祂的子民谦卑祈祷寻求祂的面，转离恶事，祂就必定会医治和祝福祂们。这首歌是这样说，他说永活神万代上帝不变者是我永所依，今于你手中得护荫，唯独你心恩如磐石坚稳，从没有更改，能安心靠义。副歌这样说，他说全言信实应许永兑现，我纵摔倒你总扶起，风暴之中心安然于你手中，此生盼望都归于你。